我是新雅，开幕打直来直有三，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，我在想，我跟他谁穿的多？嗯，你笑笑，我在想，我跟美梦谁穿的多？紧张吗？不紧张，真的不紧张。穿了这么多，会有安全感的，怎么会紧张？那好，我们现在来开始跳这个麦序的啊、哦，那不知道了，没有意义了，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那个，我们来开始跳这个麦序的，第一个舞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我本来想跳另一个，然后我临时改变主意了，我觉得，我跳这个吧，热吗？还没跳舞，现在没跳还不热，一会儿就热了。啊，先送送心了，不要那么小气嘛。好，我们来开始跳舞了。越爱越完美，暖人这个星球，我想大声说，我是越
以后再也不跳这个舞了。祝主播坑到黄金，你真过分。对，娃哈哈。哎呦，我不行，太累了。不是白翠山，不是。没有，让大家选个舞，你们选个稍微慢点的吧。这是我真的跳不动了。看一下黑板。让我喘喘气好不好？那个选第二个吧，好不好？第二个我就把外套给脱掉。但是最近有事情要忙啊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外套就穿着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威胁你们，你自己看什么办法。嗯，好，那行吧，那既然这么好说话，那就二吧哈，那还用截屏了吗？不用了吧，我怕再截屏会出意外。一直穿着吧，你让我穿我也不穿了，热死我了。我不穿了，我不穿了，我要跳第二个。热死我了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Baby
不能加大尺度了，宝宝，肚脐是不可以露的。那个腿不可以露，背不可以露，肚脐不可以露。然后能你试试，然后那个就是，有人说找到了初恋的感觉，对，这首歌就叫 Love Me。如果你有恋爱的感觉，那说明这个歌你感受的还不错。什么可以露？胳膊和脸还可以露？那就是这么规定的呀。脸不露也可以，要不我戴个面具也行。反正就是腰不可以露，腿不可以露，沟不可以露，肚脐眼不能露，不可以。背不可以露，别人怎么能露？没有人露啊，你看，没有啊。我今天看的主播都是穿长裤的。什么可以露啊？胳膊和脸，还有脖子。对，现在这么演，肩膀可以，反正就是这样了。对对对，除了这几个地方，别的都可以露。然后如果不让露脸的话，我就这样子。反正我的不是非要露脸了，我也过了这个月就好了啊。那个，你们也不要太难过，我懂你们的感受，我也不爱穿裤子，因为特别热。那我们就明天见了啊，不要难过啊，乖，拜拜。